哎，我们演出了啊，走上舞台呢，我看好多朋友拿出荧光棒了，朋友们，这才第一个节目，这是第三个节目。我记得是我们一人演俩嘛，我们第一个节目啊，我一提荧光棒，我发现越来越多，朋友们先收一下啊，收一下。下去稍微的休息一下，日常呢把我们两位老师我们咱呀对自个儿也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，对啊，这场呢把我们两个玩意儿一个一个，你是这玩意儿，我也不能没有你，我最多算个黑玩意儿，把我们两个人换上台来。走上舞台呢应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哎，都得介绍一下，大家认识一下，哎，我叫刘小婷，德云社的一个。好，谢谢，很开心。今天这个剧场1000多人，我怎么也来了有2-3个粉丝，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。小演员，小学生，没有什么知名度啊，没有什么名气，看得出来。给点面子行吗？这是大伙给面子的掌声。我再来一回啊，稍微给点面子啊，因为确实来一趟上海不容易。他走得过来啊，我走到上海我大胯都得摸了。我叫刘小婷。这不您自个儿要来的吗？你把前面的视频删了，谁知道是要来的？大伙儿跟这坐着呢，还删视频干什么？你把前面一剪，谁知道要来的？前面一剪，对呀、啊，真是的啊，很好，很开心啊！第一次来到上海演出啊，小演员，小学生啊，不是第一次，很多次了。因为确实没有收到过这么多的掌声，确实很开心。哎。没有什么知名度，没有什么名气，介绍一下旁边这位老师。哎，介绍我，介绍我，再一个，妈妈一个，再一个，妈妈一个，别我没拍着。哎，谁把这个优素放这儿？现在我这个手都不知道怎么收回来。这样，张景泰啊，有名气。哎呀，上海的观众太热情了。哥，你今儿来了不少亲戚啊。同样，朋友们，同样是衣食父母，为什么差距？这是我的衣食父母。说相声之前是一个干什么的？
我佳明啊。妈没的，妈没的。你跟观众急什么？你怎么跟你爷爷奶奶说话呢？不是挖煤的，哦，现在不挖煤了，哎，偷煤了，不偷煤了，因为都偷煤了，那当时，那这是个包袱吗？大伙乐了，哎呦，玻璃都错过了。一瞬间，完了，都不是，啊，不是，介绍一下啊，您说说，我是一个啊文人，您像个习武之人，不是文人呢，文人啊，怎么个文人啊？没看出来，文人哦。我有点承受不住了。请坚强一点。让你加油呢。我是一个文人。文人。没想到我俩有俩观众把我的节骨眼给我弄过去了。这叫什么话呀？那叫说什么呀？文人墨客。哦，那这他说的对，文人墨客，墨墨当黑一样。我都没听他说过，你们家有文人黑客吗？不文人墨客吗？文人墨客，哦，文墨之人。我喜欢文墨，跟挖煤差不多呀。你要没事啊，我就歇会儿。我不累，你累不累？你先歇会儿。我行，记住了啊，我是逗哏啊，你的词儿稍微的少一点，对我的人身攻击稍微少一点，这样我心里能痛快点。他们怼我，你怼我，我承受不住。给大伙表演相声，带来笑声。文人吗？文人，文人吗？对，他是个文人，文人都有自己的绝活。文人都有自己的绝活，你确定？王子，我也不例外。那您肯定不能是例外的。我有一个绝活。您有什么绝活呢？走马观碑。就您可以看住了，他当时的表情。啊，我是这样的。您等会儿，文人，您走马。走马观碑。这是您的绝活，我这不是您的。伊斯密，甭说这个啊，这不是说的是过一位古人呢？谁呀？苏秦的故事。苏秦的故事。对呀、啊，你说说。人苏秦啊，骑着一匹高头大马，在这路上背石，道旁有一石碑，碑上有十余行碑文，骑着马飞驰而过，把这碑文就给记住了，这叫走马观碑。就这个，这多大能耐呀、啊？问你，问什么呀？马快。还是火车快？那肯定火车。你怎么无语了？净化舞台。火车快，火车快，我，咱们都回归相声的舞台，让我们让我们再散发思维。
我能坐火车过的美。坐火车过的美，苏秦骑马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能坐火车过的美。哦，完了，慢车不坐，坐哪个？那个和谐号，北京到这个上海最快的车，你不叫复兴号吗？啊，无所谓。他坐的可能会慢一些。你能帮我就帮我。这叫什么能耐呀？这都是文人干的事儿，文人啊，文人
啊，您好看书？我也不例外。哦，我喜欢看书。看什么书？四大名著。都有什么呀？聊点别的。好。等会儿，重新聊啊。重新聊。您喜欢看书？喜欢看书。看什么书？四大名著。都有什么？聊点别的。这怎么那么奇怪呀？我问您话，您能回？四大名著有什么呀？说出来呀。四大名著吗？都有什么呀？《红楼梦》。对，这是四大名著。《水浒传》。对，有啊。三国。对，演义四大名著。人差人一个。还有个《西游记》。对，喜欢看书，真喜欢看书。我喜欢看国内的书。哦，国外的书咱也喜欢。哦，国外的名著。像那本书。什么书？我说叫《基督山伯爵》。愣住了，没有名，都没听过这本书。那叫《基督山伯爵》。基督山伯爵，我基督山伯爵，因为我这没有几个字。我嚼点咖啡，像那个书，那个书叫啊、哦，那个书，那个书叫啊，听那个书叫什么叫当叫当当叫当铁石纵连城。您能看点正版的吗？那是这那本书啊，叫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不是，钢铁是纵吗？不是，您别纵啊！不是，您别搅和。那本书叫《钢铁是怎样炼成》。那本书叫《钢铁是怎样炼》。那本书叫《钢铁是咋整的》。您那个哪儿翻译出来的？喜欢看书，真喜欢看书。不喜欢看书，名人名句咱喜欢。哦，这也行啊。不是在座的啊，有没有研究过名人名句？哦，您说两句。那个什么，世上本无路，走的人多了啊，也就堵了。这是名人名句吗？名人名句。商女不知亡国恨。隔江犹唱双节棍。您到底真会是假会？真会啊，真会。那您这我说个上句，您能接上下句？没问题啊。你说的是吗？我说的。好，您听这个。你说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行啊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羽翼直下，气氛不算融洽。妹妹坐船，哥哥慢行走。当初是你要分开，分开就分开。现在我们真爱，把我哄回来。爱情不是你想买，想买就能卖。让我睁开，让我明白，放手你的爱。老总想唱的感觉，我也唱一个，唱一个。当初是你要分开，分开就分开，现在又要认真爱，把我哄回来。爱情不是你想买，想买就能买，让我睁开，让我明白，放手你的爱。咱先等会儿啊，这半天了跟文人有什么关系啊？这跟文人有什么关系？你问文人真正该干的。您干过吗？吟诗作对。这您算说正题上，尤其这个吟诗啊，我最拿手啊。这您行，真的朋友们啊，我写了好多的吟诗，朋友们。咱们别胡说八道是吧？怎么了？什么您就吟诗啊？能行能说这个吗？哪个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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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一个口子边，一个今天的今，吟唱之音。这句话应该我说。你以为呢？我就以为这音。哪个音？口子边一个今天的今。是是是。不可能。什么不可能？我从你眼中看到了三点水。其
挺重的，从我眼中看到了三点水。刚才你说吟诗时候，我在你脸上都看见马赛克了，你知道吗？吟诗作对，哎，做对联，对联这也行，咱们最拿手，是吗？哎，就说那天吧，哪天我在马路上遛弯呢，啊，您遛弯，对面来一男的啊，远远瞧出我有文化来了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哎，跑着来的啊，到我面前不给我思考的时间，砰，怎么着，给我出一对子上联，马路上上来就来一个对子上联，当时我连想都没想，下联对出来，您反应这么快，情况可不得紧急啊，是吗？跑来的啊，到我面前。厕所在哪儿？拐弯就是。这是对联，这不上厕所问路吗？对联啊，对联啊，对联，对联有规矩，您懂吗？懂啊，朋友们，这边叫上联啊，这边叫下联，对，上联五个字啊，下联五个字，对，下联七个字，哎，下联七个字，这不是上联个字吗？这是九，这是七。上联一万三，下联一万三，就一万，有一万三的对联吗？你贴两张相同的报纸，我一边勾。再说对联规则，懂吗？又懂了，讲究是上对下，哦，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路对长空。那我自己先来一遍。黑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始打击，万事如风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仄。不光我懂，他们也懂。行，这个那要这样，我给您出一个对子上联，您能对上下联？没问题啊，朋友们。是吗？对联规则懂吗？是吗？天对地，我雨对风，大路对长风，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始大吉，万事如风，平仄平仄平平仄，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平。好好好。你看我这上联，我这上联有个上，您对什么？上我跟你对不上。还漂亮呢！我说一个字，您给我对俩字，不能对俩字吗？废话，我说上您对什么？上对下，上怎么对下？上对下，啊对哦，啊是大对，啊是头，啊一溜。我就说了一个字儿，你差点给我背一散文，你是有病啊？是我问您上对什么？告诉我们上对下呀？那天呢？上对下，说是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路对长风，怎么又开始？雷隐隐，雾蒙蒙，开始大吉，万事如风，平仄。有那么过瘾吗？很过瘾，你没说过这个。我不说，因为你一直在捧着，你没有试过这一段。我这上，我这上联有个天，天对地呀、啊，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路对长风，雷隐隐，开始大吉，万事平仄，平仄平平仄平。我这上联有个盐，盐我给你对醋。盐为什么对醋？盐就得对醋，为什么？盐不能对酱，对酱完了，齁着了。盐就得对醋，哦，盐对。再说盐对醋，如同是天好地。有个好，好给你对歹，好怎么对的好？有没有不太好？特别好，我瑕疵没有瑕疵。你问为什么吗？不问不问，我这身上有个事。是给你对胖，漂亮。大
门袍啊。但是我跟您说清楚，我这五字连一块是一对子上联，什么呀？叫上天演好事。我给你对回宫降吉祥，这就什么呢？造字我四岁就会，同批是一家之主，当中五个造音字一呆。不是，你刚才是这么对，是这么对。我说上的时候，你对的什么？我对的回宫降吉祥。我说上，您就回宫降吉祥了。我说上的时候，您对的什么？对的，不对的。哎呦，不对的。下，我天地言促好歹事哈。我这上天言好事，你呢？我下地促歹判。这是人话吗？一下地，朋友们，这个醋啊，把炮给逮住了，还能解？这个炮帮逮住了，醋就结了。这个醋说我是山西的，你不让逮我，算死你。这都挨什么这个？怎么了？什么玩意儿这是？什么玩意儿？赖谁呀？赖谁呀？赖你呀？赖得着我吗？你对联，你一个字一个字说。你看我可，你说上我可对上吗？你说上我能对人回吗？那是人话吗？那我说你也不知道啊。不，你来呀。上上对下，大对小，人对狗，上大人，下小狗。哎，那那您什么意思？你多说点、啊，多说点。行行行，听我这上联啊。嗯，我这上联是。北雁南飞，双翅东西分上下。好，好吧，我正好，正好，我能替各位问一句吗？什么呀？什么意思？这玩意儿多简单呀！简单吗？对，你说一说。北雁南飞，北雁南飞，大雁知道吗？大雁，后摇有多厚？我跟你可能没法交流。我跟你有法交流。候鸟迁徙的鸟啊，迁徙，对呀，大雁嘛，大雁，对呀，候鸟，对呀，哦，但是到冬天，北方雁在南边飞，北雁南飞，北方雁子往南边飞，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过冬去啊？有没有那种不愿意往南方飞，愿意冻死的雁？没有，没冻雁，没有这雁，都往那边飞。明年那伙伴飞回来，那大雁还等着呢。北雁南北雁南飞，哎，双翅东西飞的时候，翅膀在东西两侧，双翅东西，翅膀一定要在东西两侧吗？多新鲜呀！为什么呀？南北不行吗？为什么非得在东西？那是大雁，那是螃蟹呀！这么飞不行吗？你没试过怎么知道不可能？我没试过，你试试能不能？我又不是大雁。废话，那正常都这么飞。双翅东西分上下，飞的时候翅膀上下摆动，分上一定得上下摆动吗？一定得上下吗？我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我这样行吗？各位见过弱智吗？还是站在灯光下吧，站在那儿大伙儿都看不见你。再来一次啊，姑娘不至于啊，把那背过气去，这位姑娘。加油了，加油，您来。加油了，加油，您说。我给你对，南雁北飞，双翅齐动分享受。又飞回来了。对、啊。大雁正着飞过去，躺着飞回来。换词儿啊，自己换什么词儿、啊？你上下东西南北占全了，我怎么办？你爱怎么办怎么办？好，换词儿，自己想办法。我给你对，前车后辙，两人左右走高低。您这玩意儿对得上吗？你现在在跟你刚才喊什么？我是北雁南飞，前车后辙，双翅东西，两人左右分上下，走高低，高低上下，上下高低，不行啊，服了吗？拦不住你。以后你叫张小太，开心吗？干谁呀？张小太，不是您这个不算什么，咱接着来，接着来，接着来啊！好的，来好的，我给你来一绝对，绝对。开玩笑，怎么了？子曰：“苏东坡说过，天下无语不成对。子曰。子曰：“苏东坡说过。”他们俩到底谁说的？孔子说，苏东坡说的对。
听我这就天下无语不成对。哎，只要能有上联，我就有下联。我这您就对不上下联了。能对上来？听着啊，你说，我这上联是吃蟹不足，吃蟹足，吃足扔不足。听我的，来，对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。您这绕口令儿？你这绕口令儿？不是，什么呢？实事儿，实事儿，家里的实事儿。能解释解释？当然能解释。嗯，说就是我父亲的事儿啊，我大哥，我你还别占我便宜。我爸爸人爱吃螃蟹，爱吃螃蟹，我比较孝顺，给他买呀，结果买少了不够吃，这叫吃蟹不足。吃蟹足呢？我一看剩好多那螃蟹腿儿，我说这位能吃啊，我说你把这个都吃了，吃蟹足，吃足扔不足。我爸把这点螃蟹腿儿都吃了，还是没吃够，这叫吃蟹不足。吃蟹足是吃足扔不足。这谁的事儿？我父亲。你爸爸怎么这么馋呢？你会不会还吃蟹足？你说你多买点啊，你撑死他能怎么着？像话吗？那都这都是人话吗？那你爸爸横着走，也没听说过。您对下联，对下联，对下联，下联了。你听听这下联，我给你对：骑驴，骑驴，磨腚，骑驴腚，骑腚还磨腚。一堆又是驴腚又是你的腚，这就对上了。解释一下，本人实事，这也是实事。哎，没事的时候，朋友们，我喜欢到这个山里面骑驴，骑在这个驴上呀，有一种感觉，什么呀？磨得慌。哦，磨我的臀部，这是我的小腚腚。骑驴磨腚，那这骑驴腚呢？我心想，嗯，驴屁股上肉多呀，啊，往后蹭一蹭。哎呦我。哎，骑驴腚，他这骑驴还磨，没想到骑驴这个屁股还是磨这个屁股，这就叫骑驴磨腚，骑驴腚，骑腚还磨腚。好，接下来。